这个新买的手机壳，这张照片是我上个半月的时候拍的，给大家看啊，新买的手机壳，这样子的，这是新买的手机壳。然后，这个扣打开来，这个是 HANA 呢，这是小 HANA，然后这样子的，这个有个扣子，这里还可以放卡。那个，这个是新的手机了。